你把我书包丢过来就好了，包跟书包都丢。姐姐不用怕，姐姐在这边哦。帮我跟姐姐坐一起哈。你跟姐姐在一起不会怕啊哈。哦，我们先去吃个饭，宝宝还没有买晚餐，所以去我们那边吃个晚餐好不好？你们吃完了没？我没吃完。你还没吃，但是我们要去吃麦当劳好不好？还是吃肯德基？可以了 ，OK 了，吃肯德基好不好？肯德基好哈。那肯德基好吗？太油。那汉堡王好不好？太油。好啦好啦，吃一下啦。包包跟书包都丢。姐姐不用怕，姐姐在这边哦。帮我跟姐姐坐一起哈。你跟姐姐在一起不会怕啊哈。不会了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